清理啊。当初他打落来时阵吼，拢一三五拢有出来做，伊个拢工具个，吼啊纸板啊真侪，啊伊这点毛这头边吼，小块丝。啊，客车拢爱整理啦。啊，整理就是啊，倒湿的，啊，卖蓬松，该保特瓶的、纸板的、甲分类，因为即马吼，环保吼，因为回收的所在环保拢也真严。啊，一克哦，剩一块银、两块，安尼尔定。咱收的收了到，收了到就讲会感觉讲后生讲较无动力。啊，我师傅讲的讲，咱是为地球村来拍拼，啊。来付出，不是金钱的问题。啊，所以想到这点，啊，咱就起个欢心。啊，祝你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慢慢走，好，祝你哦，啊，祝你，啊，年轻的时阵吼，较朴实，因为阮做吊车的吼，较一板一眼的代志吼，啊，有较复杂的时阵吼，啊，不胜耐烦呐。对了，我们有时候哈，声音不好的话，都会影响到了。好，哦，你好，这个往哪边走？啊，二三四哈，二三四镇右转向。啊，这这地方哈，嗯，好，就这里哦。今晚哈，慢慢来哈，静心下来，啊，在修行的时阵哦，也慢慢的去体会咱以前哈，给的恶言啊，恶言恶语，啊，我们是在讲啊，以前就是来改变家己。哦，来，我来换一口。来，师姐哦，嗯。